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净贤首品》第十二。品题，离长者的贺论。这段文呢，总共分成四个段落，分成四个段落。我们学了第一段，第一段是摄品名目。第一品最后，第一段呢，最后还有一句话，我们用时间关系没讲完，我们接着讲。我把这一句念一念：又以佛文殊普贤之果行诚信者之初首故，前面呢，把贤首菩萨的德号表法的意思介绍了。因为这一品是以菩萨的名号作为品题，那为什么要用菩萨名号做品题呢？前面都说过了，最后他是以佛菩萨普贤之果行，这一句话很重要。那么《华严经》上讲的信，就是信祝福果行作为因地心，跟净土宗的信心，以弥陀观音世智的果行作为我们修行净土的因地心，是同样的依据，无比的殊胜啊！所以这粗手啊，这个也是贤首菩萨的手的意思啊，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前面讲的创从凡夫啊，这一句话就说明了我们凡夫有份呢 这个是至高无上的佛法。那么凡夫有份，我们听得很欢喜，可是我们是不是具足这些条件，不能不知道那么在这个经的开初讲经体的时候，清凉大师告诉我们，华严舍利当机就是有居住条件呢，接受这样的大法其中最后一个就是凡夫但是到上面关了两个字，叫大心凡夫有条件呢，学习这个华严。那大心就重要了，那大心是什么心菩提心
的凡夫之人。凡夫为什么有大菩提心？肯定是过去世生生世世学习大乘，学习一乘而没能成就啊，因此这阿赖耶识里面有菩提心的种子啊，这个善根很深厚啊。虽然是过去世临命终时一时的迷惑又去搞轮回了，那么这一生的人生难得有这个机缘呢，又遇到了，遇到之后这个缘呢，把阿赖耶识里面这甚深的善根呢把它引发起来，这个道理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不是偶然的啊，不是每一个凡夫都能够接受的啊，这总要懂得。那么不是大型凡夫能不能听呢？能啊，也能听，这旁听声嘛啊，听了怎么样呢？这一生呢得不到受用啊，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所学非所用啊，我们学了之后啊，事实上在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待人接物也好啊，用不上啊。那个大心凡夫不同，他学了之后他用上了啊，换一句话说，确确实实改善了他的人生素质啊。那么在日常生活工作呢，那确实提升了品质啊，这个就是他有受用啊，他真听懂了，真学到了。最殊胜的受用华严经到最后啊，引导你念佛求生净土啊，那这个不但是你华严受用全得到了，你得到了华严的精髓啊，你升到华藏的中心呢，那这是殊胜当中无比的殊胜啊。那么我们也问了，我们现在的同学是不是大心凡夫呢？我相信呢，这其中一定不在少数啊，包括我们网络跟卫星电视上的同学啊，怎么知道不在少数呢？你对于这个经有了兴趣，锲而不舍的在学习啊，这就不是偶然的了。如果过去生中没有学过，你没有这么大的耐心啊，那我们这个经从开讲到现在3000多个小时了啊，后面呢大概还要讲3000到5000个小时啊，你有这么大的耐心，你真能受得了啊？可见得这不是大心凡夫啊做不到啊啊，这是很可喜的一桩事情。摄品名目啊，这一段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下面再看第二个段落。二摄品来意者，这是说
这瓶经从哪里来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进行品讲完的时候，为什么要讲先手品？要把这个来意说清楚。为第二会以来呀，五品经华严经总共是七处九会，这是第二会。第二会是实性菩萨，一共是六品经那么前面已经讲了五品了讲到进行品是五品，这个是第二会最后一品经第六会，第六品经。但明实性菩萨所修行法门，即一百四十愿等法。这个一百四十是讲整数，实际上我们念过了，是一百四十一愿。这一百四十一愿是进行品。换一句话说，实性菩萨他所修学的根本法，这个很重要所以曾经有人提出问题我们对于大乘教还没有基础，可不可以专学化严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佛法里面不重视你的学历不重视这个，重视什么呢？重视你的善根重视福德因缘。你看《弥陀经》上不是说得很好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华严跟《弥陀经》的关系是一，不是二佛说《阿弥陀经》呢，是小本华严呢。华严经啊，是大本佛说阿弥陀经，无量寿经是中本这三部经是一二三三二一这个我们要清楚要明了。讲习当中多次介绍换一句话说，你想把弥陀经讲好，无量寿经讲好，那一定要懂华严那么无量寿经弥陀经无论深讲浅讲长讲短讲真的是成就辩才无碍为什么呢？大本的内容太丰富了小本是纲要是纲目那么学华严从哪里学呢？我在前面跟诸位同学做了恳切的报告，一定要从弟子规做起这就好像一个种树一样它是树根
中国从汉以来2000年了，这2000年呢，中国人确确实实像大学里头所说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啊，一世界以修身为本啊，拿什么来修身呢？儒释道三家的根。我们要从这扎根呢，那不扎根怎么行呢？啊，学习这么多年没有成就，原因在哪里啊？没根呢。所以现在明白了，觉悟了，真正忏悔了，啊，现在扎根还是来得及。啊，儒的根就是《弟子规》啊。道的根就是感应篇啊，啊，太上感应篇。佛的根是十善业啊，十善业道经啊，这三样东西不是念的，不是背的，不是讲的，而是要做的，你要把它做到。啊，那么你就有根了。啊，你有这三教的根，无论学哪个法门，无论学哪一部经教，肯定你有成就。啊，成就大小在乎你自己用功的勤度。啊，你要是发奋勇猛精进，那成就就大了。啊，如果是懈怠懒散，那当然你成就就比别人差了。道理在此地啊。啊，有了这个根，学华严啊，学华严确实要落实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是佛家的根啊，大小乘佛法、人天佛法都以十善业道而建立啊，这个是基本的啊。从这三个根，我们如果学大乘，要学华严，那再向上提升呢，就是沙弥律仪啊，这个都是要做到啊，要要求自己啊。为什么呢？华严会上每一个菩萨都做到了。啊，我们不做到，怎么能参加他们的法会？啊，所以你必须要具备这个条件，啊，沙弥律仪做到之后，比丘戒、菩萨戒要做到。一层一层向上提升呢，啊，从大乘菩萨界，就是梵王菩萨界，你在修行实性菩萨的141愿，有没有困难呢？一点困难都没有啊，对他们来讲啊，轻而易举啊。哪有困难？几乎
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全都做到了。啊，梵王菩萨跟摄心位的菩萨有什么差别呢？所以他真做到了。啊，那么前面也跟诸位报告过，这清凉跟离障者都是这样教会我们。摄心菩萨所修的，这个方法了，彻前彻后。啊，彻前是什么呢？初性位的菩萨，后面是等觉菩萨。换一句话说，大乘佛法原教别教的佛法，在行门里面讲，都不能缺少。啊，行门里面不外乎三大类，一个是日常生活，一个是工作，啊，工作你要接触许多的人事，啊，那么第三个就是接触社会大众，要用什么样的心，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啊，摄心菩萨就修圆满了，一直到等觉，一直到成佛之后，在十法界教化众生，还是这些，没有离开过。啊，然后你才晓得这个重要。这些东西不是约束人的啊，从前人呢他不懂得了啊，批评礼教叫吃人的礼教，礼教哪里吃人呢？做人应该要如此啊，外国人没学过弟子规，我们在澳洲开班教学《弟子规》的课程，啊，有几位当地的澳洲人，他们来听，听了几堂课之后，他们也很感动，我们就问他，这个课程你们觉得怎么样？他对我们的课程有一句话的批评，做人应该要像这样啊，对，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啊，这一接触感觉到做人应该是这样的啊，这就是认同了 啊只要是个人肯定认同，诸佛菩萨的行仪再多，不外乎四个字啊，纲领啊，啊，这四个字是什么？真诚、爱敬、这四个字是总纲领啊。
凡是人皆须爱，凡是事皆须敬，爱人敬事，用真诚心。设法界没有一个众生会排斥的，如果是排斥的事，那肯定是妖魔鬼怪，那不是人呐！完全违逆心德，那么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晓得这个课程非学不可，不学，不学就不是人了。要想做人，首先把《弟子规》学好。《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这是做人的基础，做菩萨、做佛的根。怎能不认真去学习呢？长者接着说，此品名实性中所心修佛果，这个心是欢喜，是希求，实性菩萨这个基础太好了，终极的目标呢是希望成佛，所行行愿功德广大，故有此品来。这就说明为什么会这个来，有这品来。前品是讲行门，这一品是讲果德了。修因一定会证果。你看实现菩萨的果德，度了之后跟如来果地上没有什么差别。你说为什么？因同，果当然同。实现菩萨跟如来果地不同的境界不一样。理上不一样，在事行上没差别。所以从初性位到等觉，五十五个位次全都是学的，我们举弟子规这个例子，弟子规第一句，父母呼应勿缓，做小朋友的时候就学了，你到老的时候，你八十岁了，你的爸爸还在，一百多岁了，他叫你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是应勿缓呢？是啊，不是做了一辈子吗？那么这一句话把意思引申，这是一定要懂得的。对待任何一个人，不是跟你讲吗？爱敬啊，梵王戒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
那么一般人还喊你，你是不是也要应无还呢？是啊。啊，为什么？这是对人尊敬嘛。啊，圣人的教诲，一句话了，你生生世世受用不尽啊，就这个道理。啊，我们对父母要爱敬，对一切众生都要爱敬。啊，一样的心态，啊，一样的方式来对父母，对一切众生，这就对了。啊，《无量寿经》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啊，这个都是修行的总纲领啊。我们要有平等心呐，不能有差别心呐。平等心也不断向上提升呐，提到最高的就是对父母的尊敬，对佛的尊敬。啊，对待一切众生都用对父母对佛陀的那种敬意来对待，你就成佛了。啊，你修行就圆满了。啊，你要问谁能做得到呢？摄性位的菩萨就做到了。摄性位在佛法里面小学啊，摄住好比是中学，摄回向好比是高中啊，啊，摄地好比是大学啊，这个等觉啊，这个是好比是研究所啊，还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啊。佛不赞成劣等啊，希望你逐步逐步的向上提升。这就对了啊，这是说明这一品的来意啊。下面第三段呢，宗旨啊，说这一品的宗旨跟意趣啊。宗是讲修行的方法啊，去是指它的去向啊。我们看看长者为我们开示的明宗去者，明一生实信心，得福护业为宗啊。那么长者这个地方所讲的比清凉大师讲的简单。清凉大师讲的比这个清楚啊。清凉讲啊，于心门中成普贤行德啊，这个话很重要。心门是心位啊，从初心呢 啊从初心开始就要修普贤行。
华严里面的行门水铺现行啊。无量寿经我们一展开经本，前面是六种成就啊，六种成就借着就是贤护十六正思啊，这十六位在家等觉菩萨介绍完了之后，接下去第一句话，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你看看跟这宗曲一不一样？完全相同啊。啊，只有啊真正依教奉行，你才能得自在庄严无方大用啊。啊，你自己不肯真修啊，你得不到受用啊。你要真干啊。啊，建立众生呢，用我们现在话就是影响群众。啊，你自己修行真正有成就，是不是德高望重啊？啊，就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啊，这个影响力在我佛法讲自行化他了。啊，后面两句说通贯十宗。啊，同时通达贯穿十是粗行为宗等觉，啊，无受无为啊，贯通的啊，这是宗啊，去呢令其圆融性行成为德用。那么去就是在整个大乘教里面啊，涵盖着变法界虚空界圆融通达了，这是去啊。长者此地只给我们讲了宗啊，明一生是信心啊，后面这句话的意味也非常广，但说得太简单了，得福慧啊，那请你要讲的详细。这个第四一段呢，清凉大师那里没有。第四，明信心退住者，这一段实在讲呢，是包括在去里面啊，就是这个修行的一去啊，特别给我们说明一桩事情啊，这也非常重要，真的是。不清凉之不足啊，这个经跟论合起来看呢是好啊，经里头没有说到的论说到了啊，这个论里头没有说到的书说到了啊，书论合起来看是好。这说明信心呢为什么会退啊，住呢住是不退啊，就
是我们学佛，为什么有人退信，有人不退信？啊，我想这个问题，每个同学，纵然没有想起来，没有问到，相信呢，都相当关心这种事情，特别是关心自己。啊，我们是凡夫啊，真的时候，在这个修学过程当中，有进有退。啊，尤其是凡夫，生活、工作、学习，都跟自己的情绪有关系。啊，情绪好的时候会精进，情绪低落的时候，哎，会退转，啊，会懈怠啊，懒惰。啊，那么一个人的情绪，就是很多医生都告诉我们，他有周期性的。啊，细心去观察呢，真的，这个不是假的。啊，有周期性的，大同小异呀。啊，那么这种周期性往往与情绪有关系，与健康状况有关系。啊，情绪好，身体健康好。这个时候可以看出来，啊，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学习，啊，样样都好，啊，都有长进。啊，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啊，精神退丧，啊，身体也觉得不对劲，啊，无论做什么事情。提不起精神啊！我想这些经验呢，我们每个同学都有啊。那我们来看看李长者他老人家的开导哈。他说明信心退助者有二义，啊，一个是三乘，一个是一乘，啊，三乘就是声闻缘觉菩萨，啊，一乘呢是华严讲一乘，啊，华严法华一乘法了，啊，三乘就是大小乘了。大乘是菩萨，小乘是声闻，圆觉算中乘。啊，只讲二乘呢，圆觉算小乘。啊，声闻圆觉都是小乘，讲三乘呢，声闻圆觉菩萨，啊，都算是一个阶段。如起心论，引用起心论上说的。有三种发心呐，这发心不一样啊！啊，有三种发心。那么第一种发心呢，是信成就发心啊，经一万劫，善根相续，方知不退啊，信心。这个啊，信成就的发心，信是善根，信成就发心，这个信有根啊，啊，五根里面的性根、性力。我们一般讲呢，善根
确实有这种人的。我们在佛门里面啊，每个宗派都有。那么净土成就了，是非常明显。我们在香港举一个例子，大家都耳闻的，都熟知的，谭旭老法师在香港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弟子众多啊，我认识就不少。老法师常常讲经啊，引用他的一个同学郭路匠啊，地贤老法师的徒弟。啊，他常常举这个例子勉励后学啊，郭路匠念佛。另外还有一个弟子，都是地老的学徒弟了，啊，他们是师兄弟了。那一个参禅，参禅的这个也都说不错啊。以后做了土地公，啊，这故事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谭老法师。在香港讲很多遍呢，啊，我是从录音带上听到的，啊，那个时候我在美国旧金山，啊，有个同学带了这个录音带，我听到的，啊，郭路匠不认识字，啊，没有念过书，乡下人。生活太苦了，他跟谭老法师生长在一个农村，小时候就是在一起玩耍，儿童时候的玩伴啊，现在他做了法师了啊，那个时候还不怎么出名了，但是也还不错了，关中寺的知客寺啊，这郭路匠来找他说要出家，跟他出家，他怎么也不愿意收，就是好吧，你住几天就回去好了，还是做你生意去啊，他就赖住了不走了啊，总是从小在一起嘛啊，既然他是这么样的诚恳啊，谭老就跟他讲了，他说你呀，不认识字，你要出家呢学教，你没有能力，没条件呢啊，他说要是跟常住学这些仪规，你年岁已经大了啊，将近40岁了，人又很笨，你到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啊？这两桩不行的话，你这个寺庙不能住啊，你住在寺庙人家瞧不起你，那你一定要出家。他说你要答应我一桩事情，我才能帮助你。他说没问题，我既然认你做师父了，你说什么我都听。地方说的好啊，这谭旭法师说好。就给他剃头了。剃头之后啊，也没叫他去受戒。就在宁波
乡下了找了一个小庙，这个庙呢没有人住了，破庙啊，大门都没有，找这么一个小庙让他一个人住啊，附近找几个学佛的居士照顾他的生活啊，就是给每个月呢给他送一点米啊，送一点油，送一点菜给他啊，那么也找了一个老太太，附近老太太，每天给他烧两顿饭啊，就教他一句，老老实实念一句阿弥陀佛，念累了啊你就休息，休息好了就接着念啊，将来准有好处。咕噜匠是个老实人啊，一点都不怀疑，信成就啊，这真善根呢，甚信成就发心呢，所以他也没有昼夜，也没有什么作息时间，反正一天到晚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就接着念，不分昼夜，念了三年，真的成功了啊，他都不说话，啊，平常也没人跟他说话。啊，就是念佛啊。那么到这一天，他说，他就跟那个烧饭的老居士讲，他说明天我要到城里啊，去看看我的朋友。啊，明天你就不要给我烧饭了。啊，他真的去了，啊，去看看这些朋友。晚上回来了，回来的第二天呢，就给这个老太婆说：“啊，少人，他说明天呢，哎，你不要替我烧饭了。”老太婆以为说：“哎，他昨天去看朋友，也许城里的朋友请客请他了，哎，他又要去了。”这哪里晓得，到第二天呢，快到中午的时候，他就看看老法师在不在家啊，有没有出去啊，就叫他，没人答应，就看到佛堂里面呢，看到他站在佛堂站住，哎，手上拿着念珠，面对着佛像，叫他也不答应，这仔细一看了，死了，站着死的，啊，这个老太太替他烧饭着，他说吓了一跳啊，从来也没有看过人是站着死的，他预知是这，信心成就啊，啊，我们从这个例子你就晓得啊。经一万劫，善根相续，方知不退。啊，这个方知不退是什么呢？是初住菩萨的不退，原叫初住，别叫初地，就是我们平常净土里面讲的，三不退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可是要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三种不退立刻就得到了。那么你就想到，要是修其他的法门，要经一万劫善根相续啊，才能够证得初住菩萨的果位啊。那净土中的修行不就超前了吗？不需要一万劫，
一生就成就。这种善根不是一生修的，过去生生世世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啊，咕噜将一生成就啊。那么最近这个深圳的黄忠昌居士啊，他也就是学，听说人家三年成就，他闭关三年，两年十个月预知时至往生，这是现成就发心。那我们今天困难的地方是我们还没有这个信心啊，现在这个信心啊还是有起有落，比不上人家了啊。信心不退呀，功夫不退呀，愿不退呀，念不退呀，所以三年真的成就了。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休息几分钟。